等埋呢匹马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四场赛事，四班千四大热暂时显示是一。黄旗举起。好，你又跳出嚟，事必飞飞稍慢喎。前面快嘅马中间好运宝宝啦，领宝峰啦，中档位置三生好运啊，内栏起多落啊，仲有坚有料啊。外边走上去嘅马有劲力十足，灰马咧仲有的爱自保，大外档仲系有得精彩啊。后多浸嘅马啦，咁啊先见到有赤马红峰啦，尾五富全大师，尾四浅蓝帽咧，内栏嗰只系圣贤啊。后边三只火旺圣马啦，尾二黑三事必飞飞啦，再后边嘅马咧就生生性性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放头嘅马领宝峰啊，跟住第二位的爱自保啦，内栏第三仲有坚有料啊，第四位就劲力十足，出面有得精彩啊，第六位咧咁啊仲有呢只紫色眼罩好运宝宝啦，内栏第七起多落啊，再后边嘅话仲有三生好运啊，后啲先嗰啲圣贤内栏尾五浅蓝衫嘅，中间富全大师攞出去嘅马有赤马红峰啦，最出嗰边仲有只生生性性啊，转正翻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领宝峰斗紧的爱自保啊，咁啊见到咧中间上跟嚟嘅马有好运宝。宝啦，马林中间追咧，仲系起多落啊！外边上跟嚟嘅马就三生好运啊，最出咧仲有只生生性性啊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咧就三生好运啊，外边冚上嚟啦，有事必飞飞啦，最出仲有只生生性性啦，入边上跟嚟仲有圣贤啊，接近终点嘅时候啊，三生好运仲系占啲少少，事必飞飞追紧佢，入边圣贤啊，接近终点，圣贤咧都好有机会终点前赶过到啊，外边位置仲有只事必飞飞。中间呢就三生好运啊，咁结果最后五十仲係三生好运占先，但係外面黑衫事必飞飞追緊，入面圣贤亦都上埋嚟，第四名呢就生生性性。一号圣贤终点前斜出嚟喎，咁左到后面呢只十一号啊，波都赢嘅，第二名呢就六号啦，咁事必飞飞史卓峰，第三名二号喎，咁三生好运啦判断，第四名十二号生生性性蔡明少，赢嘅周俊乐啦。都系跑翻几只千四有六成根据嘅马，佢呢度一斜出嚟咧，后边嗰只成只都勒鼻噶。系啊，富全大师本身都有啲追势啊，咁但系真系冇位啊，最后啊夹住咗，生生性性啊，真系前面多块马又追得好啊。哇，好多马抢喎，起步成群马喺度，有得精彩，早段骑都唔够快，出咗去。咁啊，定爱自保啊，抢埋一份啦。赢翻场啊，圣贤。嗯，用得周俊乐都系用得好噶啦，我睇个直镜我一间啦吓，睇翻场内呢边。咁啊，圣贤咧顺利胜出嘅，咁睇一阵即系稍后啦吓，个赛后报告有冇啲咩讲下啦，因为都有啲咁多阻到人嘅。起步咧比较慢咗，就系嗰只事必飞飞啊。另外咧，生生性性啦，火旺圣马咧都系留住跑嘅。前边有成扎马走啦，分别绿色马、大白鼻梁嘅领宝风快啦，灰马嘅的爱自保亦都走咗上嚟嘅。但系我当就炒啦，劲力十足，同埋嗰啲有得精彩咧，又快步速啦，又埋唔到嚟啦，咁所以翻到嚟都唔多啦。中间位置就好运宝宝啦，内栏就系坚有料。第七位度啦，带咗个白面箍咧，就系三生好运，入边贴栏就起多落啦。跟住就赤马红峰啦，富全大师贴栏就系头马嘅圣贤啦。尾三位置是必飞飞，尾以火旺圣马包尾生生性性。是必飞飞都打咗好多边噶啦。呢场步速真系快噶，咁啊除咗时间三段快咗一秒二之外咧，你见到马群就扯得开嘅。头先嘅侧镜咧，你见到嗰只领宝峰咧都放得几快下噶，咁啊所以后边嗰扎咧就只只都好多追到上嚟嘅。咁啊，生生性啦，呢度掟出大档，亦都惯嚟冲一段啊！咁啊，前面嗰堆咧就翻嚟都有啲脚软嘅，咁啊，好运宝宝跟得急啦，翻嚟今日骑落去又唔系话好多，咁啊，呢度就三生好运出咗嚟先，咁啊，以为有机会赢啦，咁啊，点知后边成扎马冚紧上嚟，咁啊，最劲系出边啦，咁啊，入边嗰只就圣贤都偷到个位，呢度开始斜出嚟，咁啊，都阻到一两只轻轻 check 过嚟噶。我都騙得好犀利啊！圣贤啊，依家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一号圣贤啦，独赢三十四个半位置，派十四个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六号嘅事必飞飞位置，派二十六个半，跑第三名二号嘅三生好运位置，派十九蚊，跑第四名十二号生生性性，连赢一搭六派一百三十二蚊，而重彩一号六号顺序派三百二十二蚊，三重彩一号六号二号顺序派九百五十五蚊。单 T 派一百八十一蚊，位置 K 一搭六派五十四个半，一搭二派三十八个半，二搭六派七十七蚊。一分二十一秒五三都系快过标准时间三线左右啊！圣贤，今次圣贤赢啦。
落到嚟四班啦，谢埋阿小将。出马少，今日都赢翻场啊！周俊乐，余下剩翻两匹坐骑啫，今日。咦，咁我连赢八期啦、啊！胜负距离啦，头马赢二马颈位，二马赢三马头位，好近啊！好近啊！自必飞飞之前赢马嗰场又系上上落落，好近嘅。三架要派彩啦，胜出进入 A 一届嘅热门派22蚊。四连环嘅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694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一号、六号、二号、十二号顺序派9988蚊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就我哋去日本阪神竞马场咧睇今届嘅一里冠军赛嘅话，睇下有冇啲金枪60嘅对手咧，咁啊跑得呢场好咧会过嚟香港啊。咁啊，今届都非常精彩啊！咁啊，暂时系放声欢呼大热门啦，咁啊，战舞者啊挑战嘅话。